反对吃味精这个事儿，它比盐更高级呢，就是除了让你产生一种咸的感觉以外，还是会产生一种叫鲜的感觉，其实就是身体摄入了大量的钠。吃味精会导致人即便吃饱了或者吃好了，还会不停地有食欲去想去吃，然后呢不停地往嘴里塞东西。你只要控制了盐和味精的摄入量，你的身体呢就会转向平和。